儿子，这大过年的怎么用你值班啊？那行，啊不回来就不回来，放心，妈自个儿啊肯定把这年过好。工作第一，工作第一，就你老妈第二。啊，我是说呀，你别总吃那烤串儿。挂了。哎呦，这孩子呀，又回不来了。 你说这大年三十的，儿子要不回来，我跟他宋姨可怎么交代呀？我们俩说好了，今天他女儿回来，我儿子回来，好介绍他们俩认识。这我儿子要不回来，这老宋太太非笑话我不可。没事儿，我呀到楼下转一圈，把这事儿给他躲过去。他想捡我笑话，门儿都没有。 哎，他宋姨，干啥去？出去啊！我看看这门把手坏没坏。<笑>我以为你要出去躲我去呢。嗨，我又不欠你钱，我躲你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欠我钱，但是你欠我一姑爷啊。 我想过了啊，你看孩子们现在已经大了，让他们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儿，咱俩就别管了。怎么的？怕你儿子配不上我闺女啊？那什么意思呀？我儿子那条件太好了，论个头那是一米八七，论长相那是万里挑一，那论工作是开大飞机，那排成队的小女孩追我儿子一批一批又一批。<笑> 那就见见呗。那见就见呀，谁怕？那个，他宋姨呀，我儿子不是开大飞机的吗？还经常晚点。晚几个点儿？有可能晚一个点儿。那我等。也有可能晚七个点儿。我等。也有可能晚700多个点儿。你等一会儿。 你儿子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哪能不回来呢？我儿子，我说他回来，他肯定就回来。哎，我闺女给我来电话了，我建议不说话啊，赶紧给你儿子打电话，让他也赶紧回来啊。喂，闺女，好好好。哎，来了。表姨妈好。你是？我是小何。哪个小何啊？我爸何必谢。 哎呀，你爸何必谢？你叫何必来？何必来？对对对对对对，这给你的。那个表姨妈，祝您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财源广进，恭喜发财。谢谢谢谢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咋了，哥们？儿子。啊？儿子。别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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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介
不带这么占便宜的。不是，那个表姨妈今天遇到困难了，你正好来了，你何必来呀？你今天太有必要来了，你演我一把儿子，救救场行不行？不行，表姨妈，我后面还有事儿呢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是演我儿子的话，我就给你妈打电话告状。我说你不但没给我把年拜，还给我使坏，弄得我这血压直接高到180脉。不是表姨妈，你这不光占便宜，你说你这怎么还讹人呢？不是，你演不演我儿子？你要不演，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。不是，你别打，打我变孤儿，你问问你演不演？妈，老宋太太呀，老宋太太，好嘞好嘞，闺女啊，好，来，他宋姨，这就是我老儿子回来了，豆豆，给你宋姨拜年。宋姨，豆豆祝您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财源广进，恭喜发财。你这一套词儿下来，来。拿个红包吧。不是，这不是不能要，这多大了我不要的。在你面前多大了都是孩子，来拿着。真不能拿。拿着。真不能拿。哎，
你们俩可别磨叽了，推来搡去的，就2块钱，赶紧拿去。这怎么的，是个心意嘛，嫌少了，多1块正好。来来来，儿子坐来，坐着。哎呀，哎，听你妈说，你这个个头1.87米呀、啊。那个就穿鞋的时候差不多。穿什么鞋呀？高跷啊。我这个说啥呢？这你这严重缩水了呀，是不是？听差了，我1.78米。有吗？1.71米。这孩子，你我听你妈说怎么的，开大飞机呀、啊？大飞机呀、啊！我儿子就从小就喜欢飞机，梦想成真了，现在是飞行员，开大飞机。哎、那我问问你，你是民航呢，还是货运呢？一天飞几班呢？是开国际航班呢，还是国内航线呢？是打算一直当飞行员呢，还是以后当辅导员，辅导辅导别人开飞机呢？敢问宋姨，您的工作是？民航工程师。我是开，主要是我那个吧，我那个飞机，我那个跟别人那个就还不太。哦。我是开无人机的。无人机需要人开吗？何宋姨啊，你看把孩子弄得直紧张，冒一脑袋汗，你干啥呀？查户口似的，什么都问。那个，哎、那个妈，我就别在这待着，我就工作去了，行吗？我忙工作去了，哎、我忙。孩子，着什么急？是不是？虽然你只有1.71米，但是外形看起来很憨厚，对不对？我闺女，我跟她打电话了，一会儿下班直接就上这边来啊，你们俩见见面。还有相亲呢？啊，是。我这呀，找我的，来找我的。我说，我跟你说啊。我那边真有事儿，对吗？我赶紧，我得必须得走，我你必须撑一会儿，我这不能撑，这个撑一会儿必须得走，就不能走，说多少遍了，我这赶紧，我就必须得走，不能。这我还真有点走不太了了呢，这。依依呀，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是你严姨，严姨，哎哎，这是他只有1.71米的儿子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何豆豆，对豆豆。你好，我叫依依。哎呀，依依真好，这名字真好。来，依依，给你严姨拜个年。严姨好，祝您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财源广进，恭喜发财。哎呦我的天啊，这俩孩子也太有缘分了，就连拜年科都一模一样的一点儿。行了，来吧，严姨也给你个红包。来拿着。哦，我不能要。哎呀，拿着，我真不能要。拿着，真不能要。拿呀，快拿着吧，真是，这有啥推搡的，就2块钱，何况还是我的。谢谢严姨。哎，不客气，快请坐。他宋姨来来。哎呀，他宋姨啊，你怎么有这么好的闺女，这么优秀呢？怎么一直没看着啊？这不是在国外上学吗？刚回国。刚回来呀？嗯。那有工作吗？在银行工作，经理。依依呀，那来，快快快，吃个大苹果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那个儿子，你刚才不是说工作忙吗？快去忙吧，忙去吧。不是，妈，我那工作那事儿我能往后放一放。不是，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事业心都没有呢？老严，什么意思啊？孩子们刚见面就把儿子往外推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我推什么呀？我让他们见面聊还来不及呢。无人飞机现在没人开，他得赶紧回去开无人机去。快去！你开什么飞机？你开玩笑呢吧你啊！儿子，别听你妈的，去，大大方方
给我闺女加个微信，能吗？能吗？儿子，不是，为什么那个依依呀？你跟严姨加个微信，回头我把她推给你。哎呀，不用那么麻烦，直接扫我。哎呀，扫你干什么？扫我来，扫我，扫我就行了。扫我来，扫我，扫我就行了。老严，扫扫，什么意思啊？没看上我闺女是不是？推三阻四不让他们俩加微信呢？依依，过来。你别看了，都要看眼睛里去了。你的工作完成了，快回家吧。不是妈，别光叫妈，不是表姨妈，能不能让我和豆豆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？机会能自己争取。那个依依呀，刚才听我妈说你在国外留学呀？嗯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去的多伦多。巧了，我也三坡。有缘分，你怎么那么能捧啊？一个说的是前门楼子，一个说的是胯骨轴子。你咱加个微信呢？来，你说太好了。哎呀呀呀呀！我说不能加就不能加。你干啥呀，妈？你别管我叫妈。妈，你不是我妈啊？我不是你儿子。什么？不是你。我就是他的表姨妈。老严，什么意思？不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。我儿子今天加班，实在是回不来，我怕你笑话我，我就让他代替我儿子演这么一出。你呀、啊，你给我站起来！我真是栓 Q 了，多大岁数了啊？学会撒谎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小孩呢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呸！哎呦妈呀，不是你干什么？给他家呸我一口，弄得你像要给我洗脸似的。这能怨着我吗？这不怪你闺女太优秀了吗？我一眼就相中了吗？孩子，这事儿表姨妈肯定要对不起你了。这么好的孩子，我真的给我儿子留下。那个孩子，来，这啥呀？来，这个、而且这还送上礼了，不是？你拿下，不能，这要是严姨给你的见面礼，严姨的一番心意，那是收下吧。哎呀，收下啊！不能要啊！以后一定要跟我儿子认识一下啊！谢谢严姨，哎，真好看，表姨妈，你看，这表姨妈有反转。哎呀，老严，多大岁数露露脸儿，真好玩！哎呀，真有意思！哎呀，站起来！多大岁数了，撒上谎了，这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呸！不是老严，你听我说，刚才我闺女也给我来电话了，她说她也回不来，我这么一着急，我也怕没面子嘛，是不是？你说咱俩就谁也别说谁了。那你看我找的是多么的优秀，你看你找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这啥叫啥玩意儿啊？这我觉得他条件挺好的。你看看，一个有人识货呀，这是。咱俩加个微信吧。哎、太好了，这不是一家的，这是太好了。那个依依，我请你喝奶茶去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再见。哎，行，走。